然后可是一次都没有帽子，一次都是帽子，然后每天不一样颜色的帽子。巴西人喜欢戴帽子吗？喜欢呢。喜欢戴帽子上课，你们的上课 ，so come to class or study。上课戴帽子、不喜欢，不喜欢，不喜欢。南非人喜欢戴帽子。不 no， 不喜欢戴帽子。不 no。然后我发现，last time one year ago， 男的韩国人，女的韩国人，出去戴帽子，上课戴帽子。去厕所，去到厕所。厕所听不懂。不知道。我会。